有的老娘们进来，哎，我们家的多肉就是越好的越好卖。这个肉还有另外一个姐姐要，没货了。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要，没有，就只有这一颗没有。你要说你要便宜的话，我有便宜的给你抽，你把那个便宜的给他比比来。还有个便宜点的吗？你把那便宜点给他看看。你要看东西哈，这个我不是一个。还有那边儿，我边上吧，噔噔噔噔噔，得电。你看旁边这盆吧，旁边这盆要便宜点哈，我赶紧剥，真的赶紧剥，剥了我要。我香椿吃一盆。来来来来，放这边来。你看这个比较便宜点儿，你要不的话就买这一盆吧。嗯，对。你要不的话你就买这一颗。这边没光，你抬起来就得瞅瞅，这没光了。嗯。你要不的话就买这盆，这盆的话便宜点，就我手里边这一颗要便宜些。反正你们自己看哦。还是你就要那个好的。哎，其实不也好。反正有差别。这个价格是这个价格的两倍。这个价格是这个价格的两倍。我就不报价了，你要便宜的你就买这个，我就不报价了。我把这个价格谈你瞅瞅吧，我就不报价了。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价格是这个的两倍，反正这个要便宜点。要不然就谈谈，我就不报价了。价格的话，不然搞得太乱了。真的，有的时候你们诚心买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便宜点；不想买的话，我给你再便宜没用。真的，不想买的时候，我给你们再便宜也没有用。你们这，你看上哪一盆了嘛？我给你弹个链接，给你瞅瞅嘛。没事了，给你看看，你觉得合适就拍，不合适的话你就放到那里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家的多肉，我们家的东西我不愁卖，你现在不拍，我后面我再卖贵一点我也能卖得掉啊。我们家的肉就是越贵的越好的越能卖，便宜的卖反而卖的时间更久一点，就是越便宜的可能还要慢慢养哈，而好的东西再卖得快一些。这个肉的话我跟你说，我只加了你160块钱，所有的成本下去就到手，我差不多，我还要给你承担货损的风险。简单做自己，这个花我跟你讲，我就加你160块钱，我承担货损的风险。我还给你带盆带土，你自己看吧。这玩意儿你应该看到很多家啊，就可能也不是在我一家看到过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对比过很多家的？这灌脯在40公分加，真的比象牙都好看，我觉得很黄啊，很透，很黄很透，好好看。怎么着平时不得4位数啊，你看今天才给你多少钱。反正价格的话就是现在这一下下哦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哦，你截个图吧，我就过了哦。反正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我感觉吧这个肉我有点不太想卖，反正就这样吧。你要现在拍了吧，我就那价给你了，如果没拍的话我就自己留着了，无所谓啊。来，哎，我去上，我去你让去照镜衣裳染，你也得染。其实今天啥品种啊，好品种，好东西啊，秀秀。来，我给你们剥个这边的雨滴吧，给你们剥两个便宜点的多肉吧。这个好好看。那个简单做自己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其实你还是懂货的。我可以啊。我知道，我说那玩意儿的话，我给你这价格真的，真的是很便宜啊。你们有些时候去外边看，外边那种小的小卡拉咪的，你去外边看，可能都这个品种你都很少看得到。何况是像我家这么大的，你看看，像这么大的无坎的多好看呀，这不，这是颜色就很少见呢，黄的哦，这种通黄通黄的个体的颜色就很少见。这个就你们自己看啊，我就过了哦。来，放这边来吧。给你们再往这边看看，看看啥呢？哦，我今天把这个弹出来，今天这个有诶。哎，杆子应该没问题吧？杆子没问题啊，我给你检查一下嘛，杆子好得很。我是诚心给你做这个生意才给你这价格，如果不诚心的话，说实话这花我可卖可不卖的。来来来，我每个头给你检查好哦。有问题的话，不可能说你大家跟我扯皮，我妈爷爷到时候是吧，扯皮拉筋的，然后我还赔钱，我还来回你把货是吧，我还赔钱，没有必要啊。你不侧着给我做，给他瞄上墨迹跟人。我给你看看他的桩梗啊。我这样检查，对，就这样。我每个桩梗给你仔细检查，你自己看哦。就这边这个头，
你看第二个头，然后第三个桩子，这个桩子应该看得到的，都是好的哈，你瞅瞅，都很粗，特别粗。然后你看这面的杆子，我每个杆子你看清楚，我们养货都很仔细的，就但凡是它如果这个头有问题，它会不健康，会萎缩，知道吗？肉也会萎缩的，就在叶头会萎缩。然后这个它很健康，你看很肥美啊，真的很肥美。油亮油亮的。这个我没报价，哎呀，反正你要拍了一个价子给你的，没拍的话后面我不这个价我不卖哦，我就先跟你说在前面哦，你不要说后面为什么涨价啊，怎么着的哦。其实我是想把那个便宜的卖给你，反正自己看吧。我们家的话，现在最近好点多肉，哎，都留不住，便宜的吧都是卖的。反正这还是带盆给你的啊，我这盆你去外面看，这盆都要两三百块钱，盆两三百块钱。唐丽给你瞅瞅吧 ，LA 啊，只给你这一分钟啊 ，LA 啊，唐丽给你瞅瞅哈、啊，我觉得就这一分钟啊，我给你看后面这价格不卖了啊，只有一盆，对，只有这一颗，我给你瞅瞅 LA， 正版的韩货的黄金甲，这个你们要是经常看韩播直播间应该看得到哈，赶紧拍吧 LA 啊。三四十块钱的事儿，你在这里跟我久半天，哎呀，乖乖，你也真的是哦，得不偿失啊 ！LA， 赶紧趴着他，我让你收到货，什么叫经验？跟你讲，这个花我只交了你160块钱，我跟你说，明着跟你讲哈，好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下次的话，这个肉，说实话，我不得卖个，哎呀，天哪，就这样吧，反正的话都是老粉丝了，来放到下面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你让我这边看看，我给你先寄养着吧，一颗花至于吗？好的，没事啊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事啊，反正这价格我觉得三位数真的是很便宜哦。你拍的就给你发货，这个肉说实话，我真的今天给这价格三位数，这么大的40公分，你把尺寸拿过来，我应该不止40。就你这个杆子，你去外面干，同行再去外面拿货都拿不到这价格。全状态的，你们可以去外边截图去外面比哈，没有关系啊。如果这个肉低于到2000块钱能买得到的，这个花我不要钱，我白送啊。低于2000块钱买得到这个肉我不要钱，我白送你。我给你两个罐幅啊，这个是30，看到没有，罐幅都差不多接近50了，45、46吧。46公分呐、啊，这个邮费就40-50块钱，简单做自己啊，40-50块钱。123321，123321，截个图吧。嗯，我瞅瞅哈，把这个橙子送你了。这个简单做自己，把这个寒橙送你了。还有没有了？这个，把这盆子送你了。黄头就1000多啊，我看那盆是不是好看点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两盆，你看看你要哪一盆？送你橙子吧。一步一拍吗？对，你要哪一盆？你看看上面一盆，下面一盆。一二，这个卖的话，最起码我也不止卖这45块钱吧？这么好。一还是二？不是，这不用喷水，这本来就这样的。下面这个呀，哎呀，不，两个都给他算了吧，两个都给他。哎呀，这两个都给你了。你说这两个的话，这两个物流费怎么着45块钱应该抵回来吧？两个都送你了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咱也不挑不选的，就这样吧，无所谓了，好说话吧。来，来到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弹个1块钱链接哦，你放心，这个肉收到货包你满意。好看死了，真的好看死了，这两颗花都是我。好好，既然都有份吗？有啊，好长这个肉。你要这橙子？你要橙子的话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拿走。这个没有了，那个暖酿的橙子的话，过两天吧，下次看吧。你今天帮我支持个大货，我给你变一个出来，你要不要？给个多的。你今天给我支持个大货，我给你截个图啊，这个啊，你给我支持一颗不？哎，美眉，一二三，来，简单做点，你截图啊。我们的庄梗你放心，绝对好哦。没关系哈，我也说着玩的，没事儿没事儿哈，在我们家你们没有心理，不要有心理负担哈。我们进来大家都可以聊聊天儿。咱们一起的话，看看欣赏一下美肉都可以哈。遇到你特别心动的、特别喜欢的，你们可以收哈。如果是呢，不是特别心动的话，你们可以继续看看都可以哈，没有关系哦，好不好啊？
我也不是那么势利的人哈，是不是？反正这话，反正有的时候肉卖得快，我还压力的，真的我还很大压力。现在的话，肉可现在这个货可难找了，真的找不到货，就卖一盆少一盆的，没有货啊，真的没有货。你就是你今天把这么大的这个钻石锦卖了，我今天卖的全是大家伙。我今天对，把这两个橙子送他。我你认识你跟我，我今天卖的大钻石锦，我卖一盆就少一盆了。你去外面哪里找的这个东西？没有哈。真的没有，我现在都还在没缓过神儿来。我觉得这个花，哎呀，算了，就卖了吧，就这样吧。真的是好好看，美，好嘛，咱们就看继续看别的去吧。我给我家的暖看一下这个花吧，没事哈，暖再诱惑一下你哈，这个我不卖哈，暖啊。嗯。物流跟快递差不多的，可以，物流是不是可以送上门啊？物流你要跟他们说送上门。对，加点上楼费可以给你们送上楼。啊、到时候物流的话，你那如果到了之后你联系我吧。说吧。对，如果是。吃人啥？物流跟快递差不多、啊，到时候到了之后。到时候到了之后，你就跟物流公司说，让你送到你家就行了。交涉就行了哈。对。加点上楼费，他们就给你。来，我抬起来。这个不出哈，这个我给你们看啊，这个光看，这个光欣赏哈，我不是要卖哈。这个不是要不是哎没光了，抬这儿来，你抬高一点往这儿来。这个不是要卖哈，这个今天不卖哈，你就放这儿了，给我看一眼就行了呀，我又不是看好久。这儿嘛，这个花我没说要卖哈，我给你们欣赏欣赏，看一看嘛，好不好？大家这么大的牡丹亭啥哈？牡丹亭，牡丹哪？我的妈，护我的妈！你们自己看看，这个牡丹亭头蹲的多。这个如果你们没盘过牡丹亭的姐姐们，这个不卖。啊，这个你不会要的暖，这个这么大的我不卖，这个大的话，我要称霸整个多肉界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一姐的地位，咱们得奠定一下，知道吧？没几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就跟那屠龙宝刀一样的，咱们行走江湖，没点家伙，咱们整整哈，不得了。这个现在也不用控了，不太早了。这个也不用控了，这个状态的话，差不多应该接近在八成左右吧。你要说更粉更透的话，这个估计。嗯，八成左右吧。这个没想要出哈，暖的，美死了！这个牡丹亭真的美死了。哎呀，这个肉真的，你看看这么大的，厉害吧？无砍的哦，整砖无砍的牡丹亭哈，姐姐们。哎，这个好看。这么大的真的少哈。这个牡丹，哎呀，暖是不是今天想支持我一颗？我还差点业绩哈，暖。行吧。暖支持你，支持给暖是我的铁粉哈，暖是我的铁粉啊！我今天咱也不说了，暖这牡丹亭暖，咱也不说多的，咱不说四千、五千、八千里，三千得要吧？三千八、三千五得要吧？暖这大的，真的这大的少说点不得卖个？哎，算了，给你这价格吧，就这样吧。你自己看哈，这价格我也没赚你钱儿哈，暖啊，带盆带土带肉啊，这个我要便宜点的，哎，但是便宜你都有了，应该都有了。哎呀，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，带着去就这样。我再偷偷摸摸给你再又给你说一点，这个肉估计大宝爷等会儿要打死我，你抬个词儿，你看看吧，暖哈，我俩天天地址，这个价格不要跟外面说哈，你就是拍了也不要去外面跟别的直播间别的大棚主说哈。这样说了，真的，我要整个估计我要读的人那都要大吧。头来数一下，我都数不清。随便可以截图去比哈。反正我都数不清，哎呀。随便，我不怕你们截图。要是没盘那一盆，这一盆的必拍。你们卤应该喜欢。嗯，你们随便去外面各大直播间去对比，这个牡丹亭我不怕，这个就是整个牡丹亭的爷爷辈儿的了，爷爷辈儿的没有这么大的了啊。外面你看到我直播关注我时间久的姐姐们应该看了我好几年啊，真的两三年一两年都有的，我没有卖过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话我给这个价格真的很良心的暖。你要再往后面去，这个花我再加你1000块钱我也能卖啊，只是说我这人吧你也知道的，就好的好的，你考虑一下想想啊，两捧三可以没问题啊，暖你想一想啊，真的你可以比比、哎、好好看，想啥山寄养台子一般，走，搬到寄养台子上，咱们去瞅瞅。搬啥寄养台子、啊？不一定啊！我这个你先别拍。规格单位高了。不，你先别拍，我搬到寄养台子上，咱们再放放。走去，
咱们看这个肉，咱们在这个酱台上面一放，咱这个逼格怎么样呢？没关系哈，没事儿，你给我留着哈，我去给你瞅瞅哈，没事儿啊，这个花肉我好卖，这个你不买我还能多挣点儿，你要买了吧，我这机会就没了，真的，你要是不买吧，我还能挣点儿，我后面我还能挣点儿，真的，我还加个三五百里，五六百里，七八百里，我还能挣点儿。你看一下这个长安玫瑰，我换了大盆儿啊，给你捧着哈，换了个大的，你瞅瞅，换了个大盆儿。哎呀，好重啊！让，大不大？就你这堆捧花里边，就这个。哦耶，其实我这状态差不多是九成呢，真的，我这状态差不多是八九成了。哦耶，真的，没事儿哈，你给我留着哈，你等我看我后面，我要是多那啥的话，你看我后面这价格，你看多少钱卖？我的妈，那天真是美死了哈，太 beautiful 了！今年牡丹亭这么火热哈，我这价格外面3000多、2000多我都没给到，你自己看看暖啊，没不存在，你千万别拍哈，你拍了我跟你讲，我让你退款给我哈，你千万别买，多好看呢，好看死了！我的牡丹亭，你看往你这酱台上一摆怎么样？看呢，妥妥的啊！咱这一边，我给你们欣赏一下咱们家老娘们的肉啊！哦，这不是他的是吧？哦，他在那边是吧？哦，他那边，这个不卖，直接卖。你们新朋友进来的话，可以帮我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，我给你们播别的哦。我给你们看看别的，这个不出，这个不卖哈。这个我自己，我留着我当酱打本的。我给你看一下我家暖的肉啊。我骗你，我这辈子真的，我当老尼姑嫁不出去。这个肉你去外面买得到，这价格我跟你讲，我全部送你。你要去外面这么大的这个价格能买得到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肉我全部我白送你，肉直接退，我也不说多的，你2000吧，我不说我这价格吧，你要是2000块钱，这价格能买得到，2000块啊，这价格以内，2000块钱以内能买得到这肉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肉我不要钱，我直接退。退你肉给你钱，我立马啊，一分钟不说，我立马退你，行不？你去外面比。应该在土豪直播间看过这个货哈。你去外面比，我这肉教你价没有？我这肉教你价没有？这价格我教你肉没有？你去外面比，就是2000块钱，咱也不说，咱放宽一点，2500以内能买到这种牡丹亭儿，人家一个两个头儿。大一点点的，一点点就鸟不拉屎的这么点头，那全装它的就是含个2000的，天老爷，我这炸一颗，真的，我都已经我这肉马上地租一家，我真的口袋比脸还干净呢，暖。但凡是你自己看看这状态，那你看看你这多大爆盆儿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还会再涨哈，这个还会再涨。还会再涨哈，还会涨更满盆儿。这个肉我跟你说，后面儿真的，你的后面儿，你要那个啥的，我再给你卖一遍儿。完了，你看我多少钱能卖得掉？暖，我要是2800卖的，我俩，你把这个多的钱你给我，真的，多的钱你给我哈，那搞不了哈，暖，真的搞不了啊，搞不了，这搞得了，大宝要打死我。这搞不了，这不是我不差这100块钱暖，真的，我骗你不是人，暖。大宝他说不让我卖，他说让我这卖这价格，我已经偷偷摸给你少了，暖嘞。我不差你这100块钱，说实话，你也不差，我也不差。但是这肉本身我已经给到你这价格，那后台60个人，我给你们明天说给他多少钱啊？我就1380这价格，你去外面说良不良心？这么大的牡丹亭，你去外面哪有？真的，我就豁得去了啊！但是这1380，我跟你说，谁也不卖啊。除了我家这个暖现在拍的还是他的啊，其他人不卖哈。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其他后面少了1980，一分我都不出。这个卤在我的后台，卤真的肯定会要这个1980，少了一分我都不卖，我就这话撂这儿啊。这么大的，真的，我就撂这儿。卤肯定要，你看这个头有多少？我不是说差你这100块钱，这100块钱，说实话，我请你吃个饭，我真的说实话，我都无所谓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本身这肉我已经给的价格很低很低了，来，有没有同行的？后台62个姐姐有没有同行的？肯定有同行，我跟你讲，同行来拿这个货啊、哦！
你看同行拿去，我就是给他出1500，他回去少捏点，2500，你看他能不能卖？只要有那个土豪的款儿姐在，他2500他也能卖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多肉这个东西，特别像这个货，你去哪里比价？你没得比哦，你就是有的比的话，你就这么大的，你去哪里找？你去这么大的，你去哪里找？你就这样，你去哪里找？真的，你看，爆盆了都，而且这朵朵已经空到这么小，你自己瞅瞅，小朵朵的。我说实话，我要是真的挣你钱，我卖个1680无香啊，是吧？我真挣你钱，我1680卖不卖得掉，我也能卖得掉。我1980能不能卖，我也能卖得掉，知道吧？我也能卖得掉，你自己瞅瞅。我所以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俩姐妹之间知根知底儿，知道吧？就是你们也是经常外面直播间经常赚的，咱是希望说，哎，这个友谊能长存。咱就是说到说，哎，真的肉的，你觉得这个价格确实公道？就你们多了支持我两回，知道吧？咱不是做一次性的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，姐妹们啊？是不是？这到老本差这一百吗？真的是差这一百吗？我真的，我最近还是我这一嘎啦一下子地租一家，我也是一招回到解放前了。真的一刀回到解放前了，这花但凡是给你少一毛钱，我这不会就会被大宝锤死。我跟你说，倒不是说差这一百块钱啊，真的差这一毛钱都大宝锤死了。牡丹亭儿，这个是牡丹亭，今天炒的可火了，这肉哈，牡丹亭儿这价格，这就不报价了啊。后来的朋友们，你们就那啥的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吧。哎，这个肉我还真的好卖，这个肉我还真的不存在哈。要是别的，我就答应你了，这个真的答应不了，暖哈，你对不住哈，暖，好吧。我不是差这一百块钱，这个肉真的，我但凡是少一毛钱卖你，大宝得打死我。嗯，真的，但凡是少你这一百块钱，真的大宝得打死我。多好啊，你太多了，你绝对没有我这个好看，真的。绝对没我这好看，真的好看死了，暖，你看哇，你这 C 位上一摆，好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走，我们再去转别的去吧。真的好看，谁？大宝是谁？大宝是我弟啊，大宝是我弟弟啊。你看这牡丹亭，咱们再留个念啊，留个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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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留个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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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呀。1233321123321，哎呀哎呀，搬都搬来了，给他算了，让哦，搬都搬过来了，我懒得往那边搬了。行行行行行，搬都搬过来了，主要是这个肉放在这个位置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太美丽了，跟我家暖这一边这个肉，真的老娘们儿，这一百块钱这个恩情你得记着我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暖，这一百块钱的恩情你得记得我哈，我跟你说哈。何时何地你都不能忘了我哈，我把你的心再拉回来，不是暖，最近的心有点飘到别人家去了，我把他心得拉回来，知道吧？真的，你看我这对你好不好？真的，你看我这对你好不好？是吧？我这样做人得拿捏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两口子过日子似的，你看他有点苗头了，你把他那个苗头掐掉，你知道吧？咱必须你妈把你的心在我这绑得死死的，知道吧？真的，把你在让你对我欲罢不能，让你对我爱的心坎里面去，让你对我真的离不开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天你都离不开我，懂不懂？开个玩笑，不存在哈。这个的话怎么讲的？就是大家哈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喜欢爱这个，爱这个哈，咱不存在哈，咱都不存在，开个玩笑哈。嗯，那个粉粉的什么呀？这个吗？这个粉粉的，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西施啊，这个叫后面这里很多哈，后面这个左边那个呀，左边这个卖了呀，这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左边叫什么来着？哦，翠影，这叫法兰西玫瑰。这个你这颗象牙，我给你再养着，你后面你过一个月，后面你再来看看效果。这个土都是全部换的好土。就是开个玩笑哈，就我这人吧，怎么说呢？就大家哈，不管就是你们后面买不买都不重要哈，就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啊，看看我也很开心哦，好吧？其实说这个肉真的，我就觉得摆这儿真的太好了，暖内，真的摆这儿太美丽了，暖，太美丽了，太美丽了，相当的 beautiful， 非常的 beautiful， 真的花摆这儿。今天这几个贵的都好的全卖了，今天明天咋整呢？真的，我觉得这今天这个花儿
好好看，太美了。来，咱们留一个美丽的背影，好吧？咱们来，所有的姐姐们来咔嚓一下，咱们留个美丽的背影，我们就撤了啊！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这个肉咱必须得发个段子，真的，我得妥妥的发个段子啊！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好，走，慢点，就算了，就这样吧，给他也不亏哈，给我家老娘们也不亏，嗯，这个卖肉就得要遇到合适的，是吧？咱就是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往你那一摆，你就说挖不挖塞，往你那一摆怎么样？对，叫法兰西玫瑰哈，姐姐们，来来来，给你们再看点啥呀？嗯，再看一个，看一个。其实我今天搬了一颗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回来了，你们看的，你们喜不喜欢？这个叫什么呀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名字可好听了。我给你们先看看吧，我就先不，我就先不那啥的，给你看看啊、哦。闷的不？这个叫狮子王哈，姐姐们，可能你们看上去，我们看的那盆跟这颗有点不一样哈。这个叫狮子王，给你看这桩梗啊，特别的老，都是木质桩，大长杆子，悬崖型的。这个肉的话呢，怎么说呢？我比较奇特哈，没怎么卖过。我等你等会儿帮我搞，你着急人家叫我了，搞了我要搞垮这个潮人啊！搞快点！啊，这个肉现在目前这边看的话，有点，你们觉得光线怎么样？嗯，这明天白天给你们播吧。这网上看的话，这现在看，对，这个现在看的话，估计有点儿，肉倒是个好肉哈。别换盆，不换盆也没理。就是有点，我说是那一盆啊，就那个狮子王啊，这边给我瞅瞅啊。你先放上面瞅瞅，你把狮子王搬下来再搬。我给你们播一下这一颗吧。哟，狮子王哦。那个狮子王就是那后面那个悬崖的，就那悬崖的，这个明天给你们看吧。现在看的话，估计有点看不出效果。这个花，其实明天白天看倒是好看的，颜色可透了。就现在看的话，心痒痒啊。一年就这么一次过节哈，我跟你讲 ，LA 哈，咱不是天天都有这么好的机会哈，带着去，大货哈，好抬走，大货带个去。不是天天都有哦，你们看你买肉都这么谨慎，现在一般的肉打动不了你们啊，现在出去挑货可难了，没货外边儿真的没有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一颗吧，这颗你们是不是你的菜呀？反正是我的菜哈，我感觉这个肉好看，就这一颗不多哈，就这一颗咱们阳台上一摆，美不美？好看不？给你看这面的。哎呀，我今天任务完成了，我现在想出去玩一下，咱出去吃个披萨啊，是吧？好久没出去放松了，我闺女来这么久，还没带她出去玩过。哎，让我姐在那边转转吧，我去跟我弟弟商量一下，看我今天带孩子出去玩一下行不行啊？我今天差不多就哎买几个大的差不多了，反正每天吧就几个姐姐们支持我哈。哎呀，来，放那里，来。快，让我姐带你们转一转吧。这些肉的话，你们要看得上，反正女神节哈，给你们优惠点哈，好不好？啊，给你们便宜点。感谢，欢迎我们家朱莉姐姐啊，小猪猪啊，小猪猪。哎呦，朱莉姐姐来了，你那个洛神养的怎么样啊，姐姐？你一个洛神放回家，应该可以吧？那个品种很好养。无坎承诺有没有？必须有哈，亲力。无坎的承诺在这儿啊，我给你看看哈。来，养的好呀啊、哦！那个洛神这么大，真的是很好养哈。来，无坎的承诺在哪儿啊？这里有一颗无坎的承诺，这里后面那个抢的是什么？等会儿我知合适哈，知合适，稍等。这一颗无坎的捧花的，您看看这一颗，那个这个看得上不？无坎的承诺亲历，我看你顶着我们家七灯牌的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朱莉姐姐，现在是不是还喜欢那种大的老庄呀？看得上吗？赶得出吗？赶得肯定出呀！哎呀，我这怎么给你瞅了？这个可以快递哈，
这个可以快递。侧枝的话肯定是要这种颜色哈，但是主装的话特别老，主装的话肯定是无砍的特别老，但是我扒不下来这种，就变五颜六色的呀。好，你等会儿哈，这个鞋儿好，比较蓬，可以几米啊？可以脱土给你看看，底下的爪子特别粗，这么粗哈。喷火的颤抖就是颤抖啊！啊，人家我不爱别的脚的，现在前路出去外面找的话特别少哈，特别少。这是我之前收回来的，之前说现在找的话，很多同行像这种精品货都涨价了。多少钱啊？这个程度？这30公分加啊，侧着还会长粗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哈。这么大的捧的，重新买个房子再养啊！哎呦，你就是重新买个房子养多肉是吧，朱莉姐姐？是不是啊？重新买个房子养多肉啊？对不对？我给你200吨。青丽288，您看看合不合适哈？这个这么大的30公分的，288的晨露时光，您看看收不收哈？我就过了啊，您可以截图哈。你之前那个房子了养多肉呢？你之前不是买了很多吗？288哈，那个青丽哈，你可以截图去外面比比也行哈。我这个30公分加的捧花型的啊，我就过了。然后给你们瞅瞅，刚刚有个那个谁呀？我们家这边老庄特别多呀。这边儿，您看我今天收的这边老庄，刚刚有个姐姐说什么呀？其实我今天觉得我这颗肉特别好看，这个你们如果说喜欢这种红的，然后像这种悬崖庄的，可以来这颗哈。它这种粗庄飘下来的，今天没怎么剥过啊，这个肉估计小太阳是吧？来，它的侧着这样的腰的，好看。哦，现在孩子读书这个区域的房子没有露台呀。哦，那是哈，没有露台的话养肉确实不方便哈，确实不方便啊。我的牡丹蝶儿乔伊一起搬个凳子给我，今天乔伊那个凳子有别人的抖音号啊。哦，好的，那你就是说不要抖音号，就全部给你那个啥是吧？好的，那我明天提醒小太阳哈。啊，因为他那个手机的话比我那个手机高级，我那个手机的话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叫什么肉啊？这是个杂交什么什么的，反正。好看，砖杆也粗哈，叶片特别干净。这盆我也就这一颗了，后面那个粉色的看看呢，那个枝和丝啊，后面那个粉色是那个吗？是那个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一颗吗？这一颗吗？我给你推荐个中块型的吧，枝和丝，这个有点大，这个特别大，这个暖拍了一盆，这个特别的大，这样垂的很腰，这颗叫乔伊，现在没有太阳了。食物很好看，我给你们滋点水哈。这叫乔伊啊，是一个无砍的大乔伊。我把镜头拉远一点给你们瞅瞅哈。你们喜欢大货的，喜欢悬崖庄的，可以来这一盆。您看中间造型哈，这个要四面飘来不得了哈，姐姐们。多少钱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肯定是要四位数的哈，姐姐们。我要便宜点，你看你们要不要便宜点的？这一颗。冠幅要50公分加，这个主装上还能再发芽吗？可以的呀。哎，这个庄梗已经很多崽了呀，你看这旁边崽子全部是，你看看啊，密密麻麻的呀，它后面会飘下来这种感觉。我要便宜点的，你要不要看看便宜点的枝和丝？这个要一步到位就盘这个，这个也是亏本的。我们的这个品种这么大的话很好卖，好好卖。倪大哥买了两盆，陈大宝买了一盆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买了好多，8935。我给你们报个价格啊，我给你们报个价格啊，反正是女神节哈，女神节给你们报个价格哈。啊，这颗带盆我刚才说四位数，给你们再扎一点行不行？880带盆，整无砍的这么大的乔伊，你们可以买的时候我是寄养也行，发货也可以哈，可以把养在这边养的好看一点啊。这颗其实也是天花板了，这个880带盆，倪大哥偷偷的后面880后台的。刚才没听到竹梗还能发芽吗？可以发芽的竹梗，你是觉得这个竹梗咋了？这个头已经够多了呀，枝这颗
这么大的。还在片儿里，他昨天都买了。880带盆儿，你们不会想到这个肉给你们，这个肉没有说150/16/80，不可能哈。那后面那个锁了门看呢、啊，那个锁了门哪个锁了门？让我过了啊。那个知和四，我有便宜点，你看看啊，我给你们给大家等一下搞个便宜点给你哈。啊，简单自己说那个锁了门，那个锁了门呢、啊？这个不是锁了门嘞，这个不是锁了门啊，这颗是这个吗？这是美人的一个喜鹊儿。哎，我接着你们搞个这个喜鹊吧，这个喜鹊好看，你们喜欢美人的喜鹊这颗，这个应该是你大哥的菜哦。那个锁了门看看，好，等会给你，哎，这样子也看锁了门啊，这是不是你大哥的菜？嗯，想象中的喜鹊，你看有没有喜欢的？刚刚看到的呀，刚刚我不是个锁了门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说这个是吧？好，您稍等哈，我给你看这颗。锁了门走的过，我知道了。我过去剥那个肉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锁了门是这个吗？这颗，自己这颗吗？美人系的锁了门，桩杆特别老又粗，这种您看看，叶片叶层也多。盆儿啊，给你瞅瞅，应该是就是这颗。我刚刚在那边转的那个什么呀？啊，晨露时光就是这颗。就是这颗，这个大啊，叶层也多，很饱满，肥啊，就是肥，好看。您看看不看上这颗？这么大的所罗门少、啊嗯，这个所罗门我还想给它再养养呢，它这个叶形现在养好了，杆子也就是叶层也多哈，短肥的这种啊，真的好看这个。短肥的这种，红色是什么？等会儿我马上差不多搞搞的就是粉呢。哎呀，你要的话给你个打包价给你吧。我也不说了，打包价呀，又打包价呀。对，本来是卖580的，你要的话给你带盆儿。哎呀，368带着去，大宝给你368。你有点疯啊！就这吧。你们看看啊，女神节的福利，这颗这么大的所罗门，368带盆，368带盆儿。旁边小黑方里的单盆儿，看看呢、啊。旁边小黑方哦，你要这个是吧？这个所罗门的话，给你们几十块钱。来，这个就便宜了。哦，来，小黑的，后面这种颜色，这个便宜。对，这个就几十了，你们可以挑哈。我有一颗、两颗，这个要搁这边，这个头多一点。这是几十？一样的几十块钱，它这种，你看看，一二三，姐姐们你们挑啊、哦，给你们几十块钱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一二三，你可以买个三盆拼在一起搞个大群也可以。香菇看不上啊，你看这些粉丝的眼光怎么办？几十的看不上，这个也好嘛。你看这个一二三四五个头啊，这个我还说几十块给你们算亏死了。你看看这个五个头锁了门，给你们算几十块钱儿。几十块，这叫锁罗门手指哈，锁罗门哈，这颗你们看有没有收的啊？这给你们这几十块钱哈，没人说的过了啊。再转，我再给你们转一个昂斯诺，哎，给你们播个昂斯诺吧，今天没怎么播昂斯诺哈，好不好？哈，小汉今天一颗都没播，来，这种粉的昂啊，我给你们瞅瞅，这个是他们寄养的。哈，你们可以来这种昂，可以在我这养养也行，好不好？叶朵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哈，已经开始上粉的，就是颜色差那么一丢丢。后台的喜欢我们家昂斯诺的可以来这种，你看朵跟那个一模一样，形儿也是一样的。这个你们看看，灌幅有25公分左右了哈，跟那个一样大的，就是差了颜色。但是价格的话，这个贼便宜了，给你们托土快递也可以哈，就几十块钱有没有要的？就几十块钱，你看边上已经粉了啊！你们看有没有喜欢这个昂的？要的不？一会儿能扫扫货吗？知和四可以扫货呀。你要的那个品种，我给你来个这个吧，知和四。你不要买那个大的，你拿可以来一个这个，这个可以给你福利一个。你来颗这个，并且你内蒙古的话。物流的那个什么呀，这个你可以拿这颗一个品种，
一个品种，这个是个中号型的，砖梗也老又粗。您看要不要来这一盆？这个怎么这么红？这个要小一些啊，刚刚那个大一些，这个是中号型，小一些，所以上色要快一些。你要不要来这一盆？这边就便宜一些。你喜欢粉色的呀？哦，你说它这个颜色太红了吧？你还不喜欢是吧？你还喜欢颜色淡一点是吧？那然后这里呢，这里还有一盆，你看有没有喜欢这种的哈？啊，这个呢，粉一点的。这一颗你喜欢不？这个要粉一些，这种造型的。头也多，目前只有这三盆了，您看看啊，有没有看得上的？刚刚那个就是特别大的，所以价格要高一点哈，这个就便宜一些。这个你们要的话，看不看得上才？看得上我的女神级的炸，看不上我就不炸了。我从上面拉下来给你们瞅瞅，也叫乔伊啊，我得过了。嗯，然后我看我今天还什么货没播哈。我有一个这个还有个这个啥，刚才还有一大盆群生的呀，刚才还有一大盆群生的呀，你是说这颗吗？是这颗吗？一大盆群生的，什么品种呀？叶子小圆圆的，这个吗？小圆圆的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这个叫红洛神，这个叫红洛神。小圆圆的是这个吗？哦，你们好多姐妹哈，哦，新开始养肉的话，你就拿这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很好养，可以露养的哦，扛晒又扛冻的，而且呢，它是那个什么呀，容易爆崽子。你看我的叶片全是短肥圆，瀑布造型的。红洛神，姐姐们，你们看有没有喜欢的？我给你们过点货哈。如果说你们看得上的话，可以跟我互动互动哈，问个价格都可以的啊。哦，我再给你们转一下，不是啊，整个形状也是伞状的呀。那我就不知道你说哪一个了。伞状的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这里一个象牙，我觉得这个象牙好看。哎，这个象牙明天再播吧。看我这个象牙。大象牙，这是崽子。我再给你们转转啊，姐姐们。隐形的翅膀，说多少钱的这个象牙？这个象牙，哎呀，几百块钱吧。隐形的翅膀，好。我给你们再转一下这边的。你要说那种圆圆的，我这个牡丹亭好看，有没有要牡丹亭的？才知客四叶半牡丹亭啊，牡丹亭，牡丹亭，你要不要？这个品种很好卖。正常状态的，你看这个牡丹亭喜不喜欢？牡丹亭不爱呀，我的妈呀！好多姐妹喜欢牡丹亭啊，像这种状态的话，牡丹亭我们家卖了好多批了，从去年年底，这个也是今天才拿回来的啊。你们看看啊，有喜欢牡丹亭的话，可以收啊，价格也不贵，价格也不贵啊。嗯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边，我再瞅瞅哈。嗯，曼州下面不？我再给你们看看这边的吧。我今天没有剥过这个肉，我觉得这个肉好看。这颗，有没有姐姐跟我一样喜欢这个肉的？有没有姐姐跟我一样喜欢这个肉的？哎呀，这靠背姐肯定喜欢。这他妈来，哎，得来，别是一扫一坑，别是。姐姐们，这种透透的、包包的少见哈。您看看这个造型，砖梗也老啊、哦。它的叶片我再拉近一点哈。哎，你把灯打开，这个灯要灯光上撇一点可能。您看看啊，像这种叶层的，全透的又包的。我从上面拉近一点给你们看看啊，反正我选好选这个肉啊，我选这种喜欢这种大朵的，大朵朵的包包的这个肉，盆儿也好看，还带着脸，还带两个飘枝。
再给你们站其他的啊，这颗，然后我还有一点没猜的哈，明再播吧。像这种什么呀，美人的呀，还有三大姐，三大姐没播，我再给你们往那边转转哈。这个肉今天没怎么播，像这种全是短肥圆的粉粉的。我把那个人拿上去了，我扔了好半碗两个人。你这个底边，底边就是尖，看就是尖。这个也好看哈，姐姐们，这颗，我再给你们转一转，再转一转。哦，那个西在不在啊？贝瑞有吗？熊大呀，哎呀，贝瑞我们家之前倒有，现在全卖了贝瑞。贝瑞都卖了，前两天倒是有啊，那个熊大。贝瑞卖了卖了卖了啊、哦、这个也好看，然后我这里还有一颗这个肉，哦，这个象牙可以给你们拖土快递哈，这个象牙你们家里有盆的可以考虑一下，这颗象牙头也多啊，这个状态已经差不多八分了，您看看杂也多，对，可以再瞅瞅啊，再等等，反正这两天没有哈，这个可以给你们拖土快递的啊，这个象牙啊，你们看看哈。我给你们转一圈吧。这颗象牙要聊的不？我再转转，转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狗啊，狗没在我们家呀。我今天还收了一个这个肉，这个肉特别大的一个美人，明天再补哈。这个美人的话，可能之前啊、哦、放到楼顶上遮阳网没拉，褪点颜色。头巨多，这颗。我全带暗纹，今天这个肉应该发了个段子的哈，特别大的一个美人，这个头已经暗纹了。刚才是什么坠化呀？刚才是什么坠化？刚才没有什么坠化呀？刚才是那个象牙呀？你看这个头，这个美人系的这个头，你看，哇，高级脸。刚才是象牙呀，那个子非我安知我心，那个 LA。这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个先不卖吧。这个明天等我，明天白天阳光好点再卖哈。现在估计我养养吧。这么大的话，现在外面没有了。这么大，全部都暗纹的。这颗，你们如果说第一次在我们家来的话，可以买点我们家便宜点的哈，那个 LJ 的哈。可以买到我们家便宜的，这个平常我们家有几十的哈，但是没有这么多头这么大的。你们可以新进来的话，可以买便宜的，便宜点先入手哈。收到货回家觉得我们家货好的话，您再买这种哈。您看有这种几十的，这个是一个品种，就是头少一些。刚刚那个话价格肯定要高一点哈，这个几十块钱你们看看哈。喜欢今年的美人系的话，可以来这种。回去自己养养，收到货满意再来等我们家的大货啊。我们一般的话，刚刚新粉下的话，不建议你们买那么贵的，一开始都是买这种便宜点的，慢慢了解嘛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几十块钱有没有喜欢的？几十块钱，你可以回家把土配到60，后面会爆崽子，才几十块钱有没有要的这种？姐姐们，你们看看啊，我就过了哈。然后这边有个乐儿啊，这边有个福利，来这边有个黄透的，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成儿飞来了呀！这个你要的话四头冠幅有20公分左右哈，就要给你们红衣金姐儿，你要20的话，你可以去外面亮拍看看行不行？那个红衣金姐儿好不？你要买20的那种9.9块的话，估计外面也有很多直播间有，好不好？那个 LA 算了吧，不卖了啊，你们先关注吧，或者你们可以去外面截图比比，我弹给那个 LA 吧。哎，那个 LA 来蚂蚁大哥给你几十块钱吧，蚂蚁大哥有1234，你要不要打包？蚂蚁大哥只有这四盆了，没有了，几十块钱带走吧。来，别人不出了啊！我真的是伤心伤透了，没得过了吧？我真是伤心伤透了，姐姐们，我这么带暗纹的，20公分左右的这么多头的，四盆多少？你买3盆送你1盆。大哥不说了，来，先把这个买了噻。
大哥，你买三盆送你一盆哈，我就真的是。点我们家灯牌的老粉诚心要的，我亏本我也愿意啊。就是、把这就是，把这个，就是四盆，妈呀，这鱼美人，还把这一起给他，这个大的给他。哇、哦，这还有一个皱特别大的。群的，大哥。大哥好久没来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大哥。我给你看看你寄养啊，等一下看看你寄养。我的天哪！这个是个大哥，这里还有个大群，大群还有个大群，特别大。这个应该是个杂交吧，美人杂、嗯，跟那个是吧？不太一样。这里还有个大群，一二三，主头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头哈，就是六一二三四五哈，五盆哈，大哥。把这个送给他一个，还送一个呀？对，把这个大哥好久不来了，来这个送他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个美人杂哈，来、这个、送你了。你买一二三四五，我再送你一盆啊，大哥。买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加一送哈，就这样了啊。等我看六个多少钱啊？嗯，六个。这个是543的。哎，搂个到。啊？我也没费力气使啊。这两个不一样的，这个大的是，这两个多的多包是。这个，我包这个人，这个人。五个人，包不看。不一样的，一二三四五六哈，大哥，你买五盆送你一盆哈，其中这个再送一个，再送一个呀，七个，来大哥再送你一个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也是一个美人的贵货，大哥哈，这个叫玻璃琴哈，嗯，再送一个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呀。七个，你算下这个是不是他给800块钱？来七个，大哥，您截图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全给您了。七个